LTV 的观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可彤，我是尤莉。我们今天在的位置是很美丽的成品行旅，我们要执行的单元是 What's in my bag。 好，话不多说，我先介绍我的。好，这是他的 bag， 包包每个人很流行一定要带出来的，除了钱包以外还有没有多少的现金。因为我们两个现在本身都是身兼品牌的 CEO， 这是我老板，我经纪公司老板送给我的新的名片夹。因为我们现在是个有名片夹的人，因为自从当了老板之后呢，名片夹也是必须，对，也是我的生日礼物。嗯，那我自己也觉得现在包包都很流行小的，所以有时候我只能带它出门。对，这个还可以放一点零钱，非常好。好，那因为我们今天在成品行旅，当然就是要开箱我们平常书包里面，包包里面放什么书。我最近在研究装潢，所以怎样装潢不后悔。我们两个平常除了一起运动之外，也会一起研究装潢。女明星一定要戴的就是超大的墨镜。哎，真的耶！这个是我在纽约的 Linda Farrow 买的，我觉得他们家的牌子就是不管什么脸型戴都非常的适合。他一直这样跟我说，那这个是我的墨镜。我也觉得不管谁戴都很漂亮，这个是 Celine 的一个品牌。那我们现在交换戴看是不是也很好看。这也太挑战了吧。因为又例子说 Linda Farrow 谁戴都很好看。对，这个有吗？你好像老板哦。我配这套西装好像有点太凶猛。我在这里好看吗？他们感受不好看吗？没有置入，这是纯粹是我们的私物。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个人现在风Clubhouse 非常的严重，真的每天都一定要带我的 AirPods。 然后这个呢是现在很适合大家一定要随身携带酒精的喷雾，但是酒精呢就要放玻璃瓶会比较安全，而且我把它里面放了玫瑰天竺葵的精油，所以喷起来就跟香水一样，对不对？很好闻，而且又可以消毒哦。因为我自己是很常偏头痛的人，几乎随身携带就是爱心按摩板。怎么那么巧，我也有一个。因为本身我们两个有在卖。除了可以让你瘦小点之外，那如果你偏头痛，稍微按一下头上的任何穴道，都会。然后我自己是已经因为我是个孕妇，已经孕后期了，所以就是双腿很容易水肿，就一定要用手按太吃力了，所以一定要有这个有弧度的按摩板来刮我的腿。我觉得用粉筋的材质真的很舒服，跟那个肌肤接触的感觉，这才是人应该要有的享受。我每次直播前都会擦护唇膏，就是因为它颜色是润色的，所以呢就是淡淡的擦上去之后呢就会很有气色。那我这个是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创业好朋友刘燕老师他自己出的全能保湿棒。我的就是连脸上都可以擦的，因为我的脸颊很容易干，所以基本上就是有妆之后稍微点在上面，点开来就会有自然的光泽。对，它是保湿霜，而且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好的用处，就是我们如果出去用做 TRX 或是重训的时候，你的手会接触一些很粗的，很容易起茧。对，然后你可以先把它擦在这边，而且它很保湿又不会滑，所以你之后再去握那些运动的东西就不会觉得手很痛。然后它的另外这一款呢，它是舒敏修护霜，我会把它拿来当那个护手霜，被我擦都很好擦。那接下来就是我的包包也是随时都会准备一个超好吃的牛轧糖，真的，每一个包包里面都会有不一样的糖果，所以处处有惊喜。吃完的东西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运动。对，这个呢就是我们跟 L 一起合作，在 L Run 当天有报名10K 的人10K 才可以哦，就可以得到我们的 Hi-Fi 弹力带，很可爱耶。你看，其实我们真的平常就会随身携带，因为它非常薄，所以你在包包里面也会很容易就发现它的不存在感。上面有 L 跟 Hi-Fi， 然后它是果冻色的，我相信你们没有拿过果冻色的弹力带，你要不要示范一下？哦，好啊。怎么使用呢？你看，你只要拿在胸前，往下拉直，慢慢的回弹，往下拉直，慢慢的回弹。你可以一次做15到20下为一组，然后重复3组，你就会觉得你的这边很酸。然后很酸的时候它就会紧实起来，就会变出漂亮的线条，所以这就是一个你可以随身携带雕塑到你上半身的一个很简单的弹力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上班族很容易这样子驼背凸腹，我现在凸是真的很凸，就是因为你们的肩膀越来越圆肩，然后一直驼背，然后一驼背就会大肚子，所以一定要挺起来。要怎么告诉自己挺起来？你可以用弹力带做一个拉弓的动作，你看这样往后拉，手肘稍稍的擦过你的身体，往后拉到你最极致的地方，然后再换边，就可以雕塑到你的
背后的肌肉，然后背后肌肉只要紧实，你的背就会挺起来，就不再会是一个驼背突腹的中年妇人。这条弹力带除了练手背之外呢，也推荐给大家，如果你坐在健身房或是床上，觉得哇今天真的吃太多的话，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稍微往后躺一下，两只脚套上弹力带之后，对，前后踢。如果你想要难一点的话呢，就把背弄更直，抱胸。如果你想要练核心，还要同时练臀腿的话，你就张开，开开合合，对，开开合合。总之呢，你只要报名 L Round 的 10K， 对，可以获得我们的 L 跟 Hi-Fi 联名的弹力带。还有，别忘了要订阅 LTV， 开启小铃铛，持续追踪我们的时尚新新闻哦。嗯。